真的要假的，但是就是。啊！茶几出轨，茶几出轨，都市茶馆。那台湾香鸡扒，这正宗啊！不懂啊！一个小鸡排就好，要不要辣？小辣。我们感觉是名字的小辣。一月六六。来，我们强烈建议。一个鸡排小辣，然后这样就好了吗？啊，鸡翅有没有零钱？快！把你们全部快给你拿出来。你要多少钱？这些很重很重的钱，是快的，快的，有啊，我就给你了哈。我觉得应该没有。我觉得会有。我找一下。就这些啊，我错了，因为这十块嘛，如果两个或者十个，直接有。可以了，你猜错了。我猜错了，来，我还不是要赌博。给我买那个水，要吗？一杯啊。这个好疼哦，在里头的鸡排。